男朋友，我份圣诞礼物咧。喂，点解电脑开唔到嘅 ？Password 都唔啱。吓，唔啱？帮你改 password 啊嘛，姐姐啊。哦，点解要借啊？你唔借开，我点样帮你入 password 啊？咁你讲俾我听咪得咯。如果我讲得俾你知，咁我唔使改咯。你讲多次。你以后要开电脑，你就同我讲，我帮你开。黐线噶，部电脑我噶。你咁紧张做咩啫？部电脑有啲乜嘢我唔睇得啊？你身有事啊？你讲咗去边啊？部电脑我嘅，我连自己 password 都唔可以有啊？我系唔讲啊！你好想开电脑咩？我系都唔讲啊！你求我啊，哀我啊！你变态噶！我系男朋友啊，唔系奴隶啊！你真系傻啲未拖住我出街咋？你今日发脾气啊？分手啊！好啊！你讲多次。分手啊嘛，好啊，而家就分。我而家又唔分啦！我同你讲啊，我食硬你啊，你都硬食我噶。算啦，我俾 password 你啊。你根本就唔明，我同你根本就唔夹。你第一次同我讲分手嘅时候啊，我就应该应承你啊。疯啊！唔好嬲啦。你成日话你以前男朋友对你唔好，但有冇谂过自己同佢一模一样啊？一样咁中意控制人，一样咁唔理人感受。你唔好提佢啊，唔得。蚊啊，有啲系要面对嘅。你唔好提佢啊！你唔好提佢啊！唔好提佢啊！分手咪分手咯，你要走就走，你又唔好翻嚟啊！你份圣诞礼物喺你间房。走啊！叫你走啊！Jason 嘅蒲友咯，留我哋今晚去蒲喎。咁點解唔去啊？多人啲好玩啲喎。你成日話冇時間陪你嘛，我而家咪成個人都交曬俾你咯。咁不如咁啊，我哋情人節去旅行啊。我咁大個女未睇過雪㗎，次次大時大節困喺屋企，我悶啫。好啊。你次次話好好好，到時又唔得閒。我出嚟先。喂，做咩打嚟啫？好挂住你啊！我喺你屋企出面啊！你可唔可以来见下我啊？你走啦！我都话今日唔可以见你咯。点解？阿敏啊，我唔记得攞毛巾啦，你帮我攞啊！嚟啦！敏，拜拜。咁出嚟咋？打电话 ，call 的士，快啲翻屋企啊！我唔走啊，我想同你一齐啊！我而家咪同你一齐咯，不过唔系今晚啫嘛。敏啊，我唔想做你后备情人啊，我想做你正选啊，我谂同敏分咗手啦，我攞你搞清楚好啊，我应承做你后备啫。不是正选啊，敏啊，我知道你是喜欢我的，为什么不可以在一起啫？是 timing 啊，感情是有 timing 的，我识你的 timing 只可以做后备，这个 timing 是不会变的。你是喜欢我的，如果不是，为什么会出来？走啊！我出来告诉你，我今晚答应了阿伟嫁给他。喂，你咁急叫我来做什么？同你吃糖水啊。喂呀，你做乜带我嚟呢度啊？喂呀，我冷。企喺度，报仇最紧系咩啊？面对自己的敌人。好啦，醒啲啦，静安。
爸。阿宝。Henry 这么好啊，带阿宝来捧场啊？对呀、啊，杂志推荐这里的甜品嘛，我特地约阿宝来这里尝尝的。没想到这是你开的。想吃什么，尽量点喽。好啊 ，BB 啊，你想吃啲咩嘢？你食咩我咪食咩啦 ，BB。好啊，我 BB 咧中意食芒果布丁，我想食绿豆沙喎。哎呀，唔叫咗 BB 你 cut 添，得啦。哎呀，咁唔可以食呢样，还是要个椰汁炖白木耳吧，比较润嘛。好唔好啊？好。老板娘，咪啦，啲芝麻炒窿晒，点搞啊？不够论尽噶。咁啊，学师仔嚟嘅啫嘛，明哥又放假。睇唔讲真啊，明哥回来。明哥翻咗乡下饮新抱茶。那怎么办？我帮你炒。你懂吗？这啲芝麻不嬲都系老板娘。啊，唔系，阿邝小姐炒噶。我帮你手。你同佢拍咗拖几耐？关你咩事啊？问下啫。佢对你好唔好啊？好过你咯。其实你有没有想过扩展生意啊？当然有，不过开分店的本钱也不小。银行有的是钱，以这里的生意额还有知名度，银行借给你们还来不及呢。我觉得以特许经营的方式来扩张，卖自己的品牌。一定大有作为。看来你还蛮有研究的嘛。能赚钱的东西，我都有兴趣研究。我们还蛮想的，有冇去美店装修改一下呀？卖茅台，所以又做埋食肆。琪琪话想啲生意多元化啲，赚多一蚊得一蚊。我等钱使咩？我唔系，佢话想储多个钱，快啲结婚我。如果有兴趣的话，随时找我。好啊。阿宝啊。该晒。啲芝麻咧，应该够你用几日噶啦，你快啲 call 翻明哥翻嚟啦。知噶啦。阿宝，你真是没话说哎，这店没有你的份，也这么尽心尽力啊？唔系啊，我见你个招牌都冇改，仲大大只字写住宝宝甜品，我仲以为你会改名做琪琪甜品添。系啊系啊，佢惊改咗名咧，啲熟客唔嚟喎。唔好意思啊 ，B B 啊，我哋走啦。哦，我帮你孭啊。唔该 ，B B。今日未锡哦。哎哟哟，我哋睇你咯。好啊。拜拜。啊，靓妹，你翘够未啊？阿俊话要同琪琪结婚啦。系。嗰时我问佢几时同我结婚，佢话等铺头生意好啲先。到而家铺头生意好咗，但个老板娘已经唔系我啦。你究竟几时帮我报仇噶？快噶啦，快啦！我唔想再等啦，我惊我再见到琪琪，我真系忍唔住攞20蚊买把生果刀怼死佢啊！你冇乱嚟啊！杀人要坐监噶，终于压到你啦！咁渣噶，又话自己好叻，渣嘢。老板，哎，咦，你个发梳档啦？系啊，赶住去医院睇老婆啊嘛。你老婆仲未出院咩？系啊，佢仲要住多几日医院。哎，啲女人病好麻烦啊，手臂长啊。咁你记住帮我同你老婆讲，叫佢保重身体啦。好啊。哎，你女朋友心地真系好啊，你好咁对佢啊。唔系你啊，走宝啦。走宝啊，男朋友。系喎，女朋友，打翻个 call 先啦，系啦。喂，妈，嗰啲人揾你啊？哦。你系？我系阿 May 啊。我唔识你喎。我系 Alex 女朋友。你嗰日俾咗呢个我咧？你找我咩事啊？我嚟多谢你噶。多谢我？我同 Alex 分咗手啦。多谢你提我。佢有冇打你啊？不过我知道晒佢以前啲嘢。我问过佢以前啲女朋友。佢哋系咪同你讲
话佢一开始嘅时候，佢一定会同你道歉。佢话佢饮多咗，一时控制唔到自己。但系如果你心软原谅咗佢，佢又会再嚟过，一次又一次，直到你忍受唔到为止。佢试过一日打100次电话俾你。如果佢揾你唔到嘅话，佢会揾你嘅朋友，揾你嘅同事，然后闹佢哋，搞到你身边嘅人全部都怕晒你。佢哋系咪全部都系咁样讲啊？我冇事啊。你唔好俾佢揾到你啊！半年啦，半年佢都揾你唔到嘅话，佢会放我。我哋翻多伦多，佢揾我唔到噶啦。我专登嚟系多谢你噶，你好勇敢啊！你怎麼知道我和 Alex 的事？我在家看到你的照片，你比那時候開心了很多。我知道你放下了，真的，多謝你。我想我們可以做到朋友。對不起，我來晚了。是我愿意约的这么急，没有麻烦你吧？没有，怎么样？有什么事情要跟我谈？上次你说甜品店扩充的主意，我考虑过了，我也觉得大有可为。那当然了，现在世道这么好，饮食业的前景很乐观。所以我做了一些功课，想要跟你请教，你应该不介意吧？你果然是有备而来。我跟你一样，对赚钱的事都特别有兴趣。这一年来，我已经学会如何经营一家甜品店，从进货、人手到包装。我都已经有了人脉。看你的计划这么周详，你应该已经万事俱备了吧？没有，还欠个东风。欠什么？第一次看见你的时候，就觉得你是个聪明的人，只是没有想到，你怎么会跟阿宝这样的货色在一起？怎么说，她都是我的女朋友，犯不着这么说吧？我啊，说话比较直接，对事不对人，看你也没有反驳的意思，我想你应该也有同感吧。让我看看你做的功课。喂，靓妹，好消息，台湾妹落搭啦，快出嚟啊！好耐冇见。唔系啊，我成日都喺铺头望出嚟，见到你经过望我嘅。边有啊？我嚟呢度食嘢啫嘛。有又好，冇又好，冇所谓啦。你听日就算经过都见唔到我噶啦。点解啊？间铺做埋今日唔做咯，业主要收翻间铺。咁你有咩打算啊？我谂住翻新加坡，而家姐佢抬紧第二胎啦，预产期下个月啊。咁你走咗唔翻嚟噶啦？唔知噶，转下环境都好嘅，又或者我会读书啊，我仲未决定。你一啲都冇唔捨得咩？有咩唔捨得啊？唔知啊，我問下啫嘛。你有冇見過我家姐個大女啊？好得意喎！係啊，嗬！佢而家兩歲啦，我上次探佢咧，佢識得嗌姨姨喎。係咧，你家姐幾好嘛？家姐好好啊，佢都有提起你啊。提起我？佢仲话叫你得闲过去探佢喎，不过我同你讲咗，我好耐冇见你啦。其实都过咗咁耐啦，我冇嬲你啊，家姐都冇怪你啦。咁耐冇见，你最近点啊？仲有冇呃人啊？哇，乜你咁讲嘢噶？梗系冇啦。唔好再呃人啦，大个仔正正经经做翻一个好男人啦。得啦，我有分数噶啦。呢度系我新加坡嘅地址啊，你得闲过嚟探我哋啊。好啊，就咁话。咁我走啦，拜拜。拜拜。阿欣啊，点啊？保重啊！你都系啊！
你嚟探我噶。靓女，你嚟啱啦。咦，我朋友咧？你个 friend 啊，醉到阿妈都唔认得啊。点解会咁嘅？佢同隔篱街洗衣铺个女仔倾完偈之后，就系咁怼自己。到啦，你坐低先啦。你点啊？你好醉啊？你对我咁好做乜嘢啊？唔好喐住先啦，你好醉啊！我呃你噶，你做乜嘢对我咁好啊？你边有呃我啫？我信你唔会呃我噶。我冇呃你吓，我乜嘢嚟噶？我老千嚟噶，我唔呃你，我呃边个啊？吓！如果你呃我啊，你就唔会同我讲咁多嘢啦。你都话要见我啊，我边有面目去见佢啊？系我呃佢噶，我试过争人大耳窿数啊。我呃晒我女朋友家姐啲钱啊，系我呃佢噶，系我呃佢咩啊？我呃到佢差啲要自杀啊！佢仲话唔怪我，佢仲叫我去探佢，佢系咪痴线噶？啊！我宁愿佢嬲我一世啊！佢当佢自己系乜嘢啊？当佢自己系菩萨啊？当可怜我啊？你唔好咁啦，你喊啦，你喊咗会舒服啲噶。其实你好好噶，你都识得内疚啦，你内疚即系知错，知错咪可以改咯。我信你，你得噶。真嘅。嗯，我信你啊。我信你唔系好衰啫，仲可以好啲吓。得闲煲汤你饮啊。个强仔有咩见到我咁嘅样啊？唔想话嚟坐。又点啊？咪又點啊？講好咗翻嚟揾你噶嘛？都話咗唔做咯。成班兄弟講好咗冇你唔成事啊！咁俾面啊？強哥幫埋我呢一次啊！撥個輪啫嘛，件嘢成唔成事都好，50個你啊！單嘢好好肉食喎。呢啲嘢你唔使擔心啦。你哋會唔會喐條女啊？喂，一條毛都唔會少佢嘅，你後財嘅啫嘛，點啫？就算我衰咗，我唔会爆你出嚟嘅，我自己顶上。谂乜嘢啊？直头咁话啦，当你应承啊。先，喂，话时话头先喺楼下等你嗰阵咧，见咗条女行落嚟，好似好熟面口咁啊，边度见过佢咧？你条鸡从条条女都话识噶啦，嘥气啦。你又啱喎，一讲嘅嘢就叫鸡。你又煲汤俾个老千饮啊？你唔系黎真啊嘛？房仲喺边啊？小姐啊，你俾钱佢洗噶，而家仲要服侍埋佢，不如你以身相许埋俾佢一笔。喂，你咪真系中意咗佢嘛？唔好乱讲啦，
我當個朋友噶咋。你係字好講啊，好彩。我同你嘅品味咧就爭好遠，你揀咗啲男人啊，我打死都唔要啊。咁咪好咯，至少我哋兩個唔會中意埋同一個男仔啊嘛。喂，講翻你先啦，你仲未揾到你男朋友啊？直情人間蒸發咗啊！唉，不過男人嘅嘢咧，佢出現嘅時候就會出現噶啦。叻啦你！而家即刻教翻我转头添，哎，我都费事同你讲啊，我话你仲要俾你夹翻我转头啊，知啦，好啦，唔同你讲啦，拜拜。你去咗边啊？喺你结婚之前，你可唔可以完成我个愿望啊？后备情人合约讲过，双方嘅生日庆祝权以正选伴侣为优先。後備情人可以容後或者提前慶祝，我想提早一個禮拜慶祝，即今天是我生日。呢兩張機票我買咗好耐噶啦，我一路都喺度等，希望可以同你去一次旅行。你好傻啊！你唔係話想睇一次落雪嘅咩？點解你要對我咁好啊？因為我唔識點對你唔好咯。我同阿敏第二日再去咗日本，嗰兩個禮拜係我人生最開心嘅日子。但开心的日子总是过得特别快的。你先走吧，不用送了。我还可不可以找你啊？当然可以。你做了你太都可以。谢谢。我们是不是真的肯到分手？在飞机上不是说得很清楚吗？可不可以反悔啊？你不要那么小了。我真的很喜欢你的。喜欢。同可唔可以喺埋一齐，已经系两件好唔同嘅事啊！其实我哋大家只可以当大家系后备，冇可能系正选，就好似落场踢波咁啊！做后备嘅永远喺球场外围，仲有热身，替人踢波，时间好快就会过，但系正选真系要上场，好大压力噶。就系大家当大家系后备，好多嘢。我扯过，如果真系拍拖嘅话，咩缺点都会见到晒，大家未必顶得顺。我结婚噶啦，不如我哋大家净系记住大家一齐开心嘅嘢，唔开心嘅忘记佢。我喜欢你，我永远也喜欢你。讲得唔错啊！你教噶嘛，我永远都会记住。Sorry， 我一直瞒住你同第二个人一齐，都过咗去咯。你唔嬲我吗？喺你走咗之后，我先明白好多人同事，其实冇嘢忘记唔到噶，系睇你自己想唔想忘记嘅啫。你系咪发生咗咩事啊？发生咗好多事，但最重要嘅系知道我自己一个咩人，风。我好挂住你啊！我都系。我知道我以前对你好差，但我唔想噶。我是一个唔值得爱人嘅人，或者系因为从来都冇人爱过我，我成日都发你脾气，我系想你了解我。我好多嘢都好想同你讲啊，但我见到你，我唔知佢，我唔知点讲啊。唔肯讲啦，只要你肯讲，我都肯听。我唔系话想 check 你电话，但系同买衫唱 K 一样，呢啲系我嗜好。我希望你身边嘅女人全部都系肥婆、猪扒、师奶。我嚟 M 嗰阵时候，真系可以大晒，可以乱发脾气，但系一个月你都系忍我几日啫。我发烂渣嘅时候同你讲，话叫你唔好揾我，永远都系假噶，你一定要你揾翻我啊！我发脾气同你讲嘅嘢，千祈唔好当真啊！
我话唔好，真系好。我话唔要，真系要。我话唔想，真系想啊！你明唔明啊？我平时喺街走咗去嘅时候，你一定要追翻我。我唔想喺玻璃同埋倒后镜嗰度睇下你有冇跟住喺我后面啊！我成日都话减肥，其实我最想听到你同我讲，你一啲都唔肥，我中意咪得咯，我冇安全感，系因为我太爱你，可唔可以冇咗你啊？你唔好抌低我啦！有冇人同你讲过，我一个人系讲 timing 嘅。我同你喺唔啱嘅 timing 喺埋一齐，唔 work 噶。你值得有一个更加爱你嘅人。其实我见到你而家咁，反而我仲开心，因为你变咗啦。你将来一定会揾到一个你又好爱佢。佢又好爱你嘅人，但我冇咁好彩，我唔系呢个人。唔好啊！真正爱一个人，应该俾佢自由，唔系要去完全咁占有佢。一个朋友啱啱教识我，我同你都应该俾对方更加多嘅自由，因为爱都爱对方噶嘛。傻妹啊，唔好喊啦！我哋唔会分开噶，因为好朋友系永远唔会分开噶嘛。对不起。没关系，我也是刚来。都做好了，我开夜车做的。我跟你说，我这个计划书是完美的。这么厉害？我说个大概你听，第一年的入场费是300万，一人一半，银行贷款可以借到1/3，那就是说你拿100万出来就可以了。我想过了，我们先开3家分店，集中在港岛区，专做中产生意。按照目前的增长率来看呢，3年吧，3年可以开到10间。错嘛，做得挺好的。你也觉得这些数字很准确吧？我是说这些彩色印刷印得蛮好的，一个道具来讲蛮逼真的。什么道具啊？这个 proposal 完全符合标准的。麻烦你了 Mark。 我叫 Henry。 哦，我记错了， Henry 是做金融的， Mark 是做酒家的。怎么，我没说错吧？谁说的？还记得 Tiffany 吗？喂，表姐，你得唔得闲出嚟见面啊？算你有种，骗完了表妹，先来骗表姐啊？那我算倒霉，我先走。这岂不是便宜了你？怎么了？你又没有损失，难道你想报警抓我？我没有要报警的意思，我交易要跟你谈。有生意？那好，说吧。我也怕你通风报信告诉我男朋友，那岂不是坏了我的好事？我们讲的是道义，嘴巴密得很。要多少？20万。凭什么？就凭你感觉要开店发财啊，就当做装修费吧。不如买个铁闸把你的嘴给锁起来。哎，我挺喜欢这个比喻啊。阿宝他花了多少钱要你来接近我？那这可是第二单的生意啊。如果我要你反过来耍他，你收多少？哎，咁早嘅？哎呀，话汤未嚟饮啊嘛，我嚟几日咁快乱晒嘅？唔系啊，差唔多啦。紧要啦，阵间再翻嚟执，饮汤先啊。去厕所。
上嚟你唔打个电话俾我。我想给你惊喜啊，不过惊喜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你还没告诉他。玩够了，靓妹。阿宝，穿帮了。你的计划我全都知道。光妹啊，想耍我啊？没那么容易。你话俾我听，点解会咁噶？我同你都玩咗咁耐啦，靓妹。咩都夠俾啦！我知啦，你系呃紧佢嘅，你而家做紧戏嘅，你成日都系咁噶啦，我都唔知道你几时真几时假嘅。你同我讲啊，你呃紧佢噶嘛？你话过帮我噶嘛？你话过唔会呃我噶，个个都唔信你，系得我一个信你啊！你真的有够笨诶！他是个骗子，佢唔呃你，佢食屎啊！收死你八婆！我咪前世杀咗你全家，点解你还都要抢走晒我啲嘢噶？抢是你说的，我认为这是争取，好的东西就是要自己争取。我不觉得我做错什么。我系你好朋友啊！那你不是更应该要体谅我吗？可是我从来没把你当成我的朋友。所以我不用考虑你的感受吧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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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啊，告别没啊？这样就要20000啊？你的钱还真好赚。我讲那么多，俾钱先。不过倒是挺过瘾的，看见他刚哭成那个样子，我心里痛快极了。不如这样，我给你双倍价钱，再帮我想个办法整他。你讲完了吗？讲完唔该你走。怎么了？我唔做呢生意啊。好好的，干嘛突然生气啊？你唔系黐线噶？有钱攞去做善事，积翻啲阴德啦，八婆。哎呦，骗子教我怎么当好人啊？怎么心疼啦？还是想要利用我气走那个可怜虫？哦，终于做个狠包啊！起码人哋都识得喊咯，你呢？你冷血嘅，你悭啲啦。你教训我，等于自己打自己嘴巴。别忘记了，我们是同一种人。不打扰你，好好良心发现喽。对了，有件事要谢谢你。你上次帮我写的计划书，我让银行看过了，他们说写得很仔细，很乐意把钱借给我。我现在赶着去签约。还有，让我说句真心话，像你这样的人当骗子，实在太可惜了。如果能跟我合作，会有多好。拜拜。喂，阿俊，阿俊，阿俊啊，你冇嘢吗？啊，你点啊？有冇事啊？点解会咁噶？冇晒，乜都冇晒。阿琪琪呢？佢攞走晒我啲人啊！连我啲钱同埋货都攞走埋，
下個禮拜就喺對面街嗰度開新鋪。咁點算啊？嚇嚇！阿寶啊，對唔住，我唔應該掉低你。而家冇型啊，冇型啊，冇型啊！你唔好咁啦，我哋而家唔應該講埋啲嘢噶。我哋最重要做翻生意啊嘛，係咪啊？做生意？佢連我啲鑊都攞走埋啊，點做生意啊？我哋唔可以就咁認輸噶。你放心啦，我有辦法。我攞曬屋企嗰啲煲煲餐餐碗碗碟碟嚟啊，做咩啊？你入廚房得噶啦。哎，老豆，你打咗電話俾果欄啲兄弟未啊？哎，嚟咗啦嚇。阿女啊，訂咁多生果做咩啊？整甜品咯，開檔嘛。喂喂喂，再殺林杯入去，杯入去。家鋪頭關你鬼事咩？乜唔關我事啊？大大個字寫住寶寶甜品啊，你哋睇唔到咩？老闆，老闆娘，上次係我哋唔啱，我哋知錯噶啦，你請翻我哋啊！你俾我翻嚟幫手啦！你睇下，我連制服都著埋啦。你哋唔係企喺度做嘅咩？早講個八婆。講咁嘅八婆，臨開鋪之前先扮失蹤啊，仲刮極佢都刮唔到。聽講佢爭大耳窿錢，著咗草啊！點會咁噶？既然我哋都唔夠人手幫，你翻嚟啦。你記住勤力啲啊，唔好偷懶啊。係，多謝曬。知道知道。哇，好耐冇見佢翻嚟啦。啊，你估琪琪發生咩事啊？做咩啊？擔心佢啊？唔係，不過咁醒冇理由搞到咁大劑啫。有封信俾你，寄俾我。系啊，你慢慢睇啊，我入去睇嗰两只嘢。嗯。台妹點啊？誒，你係馮小姐嗬？係。我姓黃嘅，咁啊張經理病咗，咁啊我咧就負責代佢嚟同佢傾關於貸款嘅嘢。又係咁啱嘅。係啦，咁啊因為前幾日佢翻咗去內地啊，咁啊然之後翻翻落嚟之後又屙又嘔啊，仲發高燒添。咁我哋上去直傾。哦好啊，不過而家咧因為我哋銀行懷疑張經理有禽流感，咁啊所以咧而家成個 office 咧消毒緊。如果你唔介意嘅，我哋可以上去㗎。咁我哋揾緊 coffee shop 傾啦。啊，馮小姐，其實呢個計劃書咧，我哋睇過啦，咁啊資料好詳盡，我諗我哋銀行咧好樂意咧貸款俾你嘅。咁真係唔該曬。其實啊，你生意嘅前景咧真係幾好嘅，我自己都成日幫襯你哋噶。啊，唔好意思，都係時候要食藥啦。吃中藥這麼可愛啊？哦，係啊，呢個家傳藥方嚟噶，清熱解毒。家傳。唉，你有冇聽過黃老吉啊？黄老吉咪我太公咯，就是很有名的那家凉茶。诶，咪就系咯，黄老吉系我太公，我咧就叫黄细骨，我哋跟族谱改名嘅，吉庚龟骨，好巧口嘅。不过真的没有想到，原来你是一个小开。小咩开啊？咩小开？很有钱的年轻人。哦，边系啊？咪得个十零廿间凉茶铺。不过咧，出年咧，我系谂住登陆祖国。那你们计划？开几家店？第一年咧会开99间，然之后五年内开500间，算保守噶啦。哇，跟你们的生意比起来，我的可以说是小巫见大巫。唔好怪我多口啊！其实你嘅计划咁好，可以唔使问我哋银行借钱噶，大把人肯抌本俾你啦。真的？系，好似我做凉茶铺嘅，都想搞甜品铺好耐噶啦，可以同我哋倾噶。你们那么大的生意，我怕我的本钱不够。唉，大有大做，细有细做嘅啫。细节嘅嘢可以慢慢倾，最紧要嘅，你有冇兴趣？当然有。咁啊得啦，不过就张经理方面，如果你放心，我不会再接他电话了。啊，真系估唔到，我第一次见你又觉得咧，我同你好夹嘅。因为我们对赚钱的事都很有兴趣吧？啱。之后我约咗个台湾妹出嚟倾咗好多次，仲揾咗班茄喱啡扮啲高层同佢做晒戏添。你得个肥佬似到，我同佢讲啦，做生意多多少少梗系夹翻啲表示诚意嘅。话晒我哋出几个亿，佢夹几嚿水唔为过啊。
啊，真系估都估唔到呢、這个女大胆到借大耳窿钱。你睇下大耳窿个样子，凶狠到你呃还呃啊，使唔使呃咁耐啊？师傅，我点知条女啫？无端端话 like 我系要做我女朋友，我带佢走去游几个浮咯。整啲好嘢你睇啊！唉，人行路正，你行路正，连鸭都要做埋。条女好扯啊！辛苦你啦。师傅，呢份你嘅，我都话唔要啦。唔似你喎、啊。嗰100,000咧，你帮我搞咗未？搞掂咗啦，照你吩咐入咗户口。你真系唔要啊？俾埋你啊！比较有啲钱喺手，唔好再做呢份啦，正正经经搵个第二样。我如日方中喎、啊。劝我劝咗啦。我唔做噶啦，你自己睇路。咁你做咩啊？我想做翻自己。得咩？好多年前有个人叫我做，但我做唔到。最近我又遇到另外一个人，佢话我得嘅，所以我想试下。师傅，你谈紧恋爱啊？你讲嘢咁张小娴。我看你的样子那么忧郁，应该追不到就多了。或者我根本没追过呢，他要的东西根本给他不到。啊，是啊，你知不知道国内山区的物资是很不足够的？我做 research 的了，一个厕所有3嚿，一只猪要3000，一只牛要5000，要供一个小朋友读一年小学的学费是5嚿。我想着联络啲香港的慈善机构一起捐啲物资上去。喂，你今次领那么多啊，呕啲出嚟，当积啲阴德。师傅，真系估唔到你谂咗一条咁绝嘅掠水绝桥，又呃人读书，又卖埋人只猪，哇，犀利啊！嚟，一定要预埋我啊！嗱，今次咧约埋一班朋友，谂下点样扩大嚟搞啊！仆街你！嗱，仆咗啊，预我啊，记住啊，嗱，你冇得救噶啦！阿宝啊！菜啊！辣得辣得，食住牛肉啊！哦，唔该，白毛。好彩，今次真系有开幕，老板嚟。诶，唔知道你帮衬啊？我啱啱落机咋？咦，咁开心，好似真系有戏咁喎。你讲咩啊？食咩啊？打边炉。喂，醒目啦，醒目啦。攞红碗俾你啊！咁我唔客气啦，糖水一斤先食都唔迟。着到咁行喺边度翻嚟啊？丝绸丝路。哇！有冇带手信先？哎，有啊有啊有啊！我讲下咋，不如加料啦。骆驼髀啊，呢个哇，点称呼啊？你叫我表姐啦。喂，靓女。十号交啊！哎，同头沟讲声啦！妖，好闷啊！笑啊！又打笑笑啊！笑啊！去搵嘢搞下咯！搞搞搞搞搞女嘛！好啊好啊好啊！去边度搞？不如搞嗰日下昼见到个学生妹啊！大只讲，唔信系嘛？就搞俾你睇。自从嗰日阿女讲完话会搞阿宝之后，我唔知点解个心好唔安乐，于是。每日阿宝放学翻屋企，我都会喺后面偷偷地跟住佢。我真系好惊阿女佢讲得出做得到。以后首次遇见，重新对望，听你声。阿俊，做咩事啊？有人跟住我喎。算啦，唔好理啦，行啦，我哋。一个礼拜之后，我同阿女因为单爆格案判咗入男童院，从此就冇见过阿宝啦。留在这段情不懂去退守，全部旧记忆这刻重游，重拾旧爱都
手，也算得今世动有。喂，小龟仔，生意好嘛，老板？喂，唔见你女朋友嘅，俾单鸡蛋仔我啊！喂，唔好意思，卖晒噶咯，最后啲地留翻俾个熟客噶，佢打电话嚟攞噶，唔紧要啊。同女朋友嗌交顶咧，而家啲女仔又中意嬲又唔讲，等啲马佬咧左顾右顾，咁先至紧张佢。今晚咁冻，早啲翻去氹翻佢啊 ！Say 声 sorry，I love you， 都系一句啫。有时有啲嘢唔讲，焦淡咗就冇机会噶啦。下次再嚟帮衬你啊，老板。好啊，记得要同埋女朋友嚟。好啊。跳丝可以避免，萦绕却是你的姓氏。惯了照顾的不会变，不告别也不发现，对你爱故早蔓延。我们分开，怎么始终行不开？想捉紧当日精彩，或是害怕现传淡出你那份爱，离场后跑回来，不知可算应该贴身不贴。哎，前妻仔。咦，老板咁啱嘅？系啊，我啱啱撞到你男朋友啊！男朋友？系啊，你两个咁鬼得意嘅，买间竹衣欣啊！老公，喂，咦，老板娘，你好翻啲啦？好翻好多啦！姐姐仔啊，好好心地噶，成日都问候你噶。哎呀，姐姐仔，同男朋友嗌交啊？同男友嗌霎啊？啲男人系咁噶啦，讲嘢都唔经大脑嘅，激嬲人又唔知喎。你哋啲女人大方唔计较啫，知你好啦。你知唔知啊？佢以前咧好难到噶，我本来谂住唔要佢，嫁个第二个算噶啦。点知佢咧就喊住咁嗌我唔好走喎。咁我问佢：我唔走，你肯唔肯改先？佢话肯喎。咁我信佢咯。咁啊几廿年啦。你睇我靓仔啫。不过咁多年，佢真系冇再赌过啦。如果佢真系中意你，佢真系肯改，有啲嘢唔问又唔知，唔问又后悔。姐仔，快啲揾翻你男朋友啦，佢唔系走得好远噶咋。好啦，咁我迟啲再帮衬你哋啊。拜拜。拜拜。好得 ，OK。怀你嘅同绑票案有关，走啊！阿丽花，走。边件事有常嘅啫，阿丽先讲啦。走。只唔系断手咁简单，怪就怪你兄弟爆你出嚟。我大佬叫你唔好再打佢啲女人嘅主意。再见，不要坐近，不久前，不慰问，说再。
再见，不要坐近，别扶着病困，谁亦害怕背上开口责任，谁亦避免看见伤害人，然后乱说转淡了，可以做对两朋，还道歉愧疚说不忍。手要狠，比相恋勇敢，给掌握就当打散不安怜悯。分手要狠，讲分手不需要等，等等都不会合衬，却会忍不到意难。阿宝，你去咗边啊？冇啊，头先好似见到个旧朋友，咪出嚟揾下咯。咁揾唔揾到？我谂我睇错啩。你睇下。咦，咁都俾你买到嘅？我系熟客嚟噶嘛。不如翻去咯，全世界等紧我哋啊。才自责过去太伤感，分手要狠，比相恋勇敢，给掌掴就当打散不安怜悯。分手要狠，当分手不需要等，等等都不会合衬，却会忍。要嘅嘢，我根本俾佢唔到。说再见，不要坐近，不纠缠，不慰问。说再见，不要坐近，别扶助病困。揾我去咗边啊？我今日揾你咯。喂，阿宝啊，我咧拍拖啊。真噶？恭喜你啊！多谢。咁你咧？我下个月开新铺啦。仲有，我就嚟结婚啦。真噶？喂，咁真系恭喜晒喎！喂，咁高兴，不如出嚟见下。你净系成日识得讲呢一句。咁啊系啊嘛，我哋啊识咗咁耐都未见过。咁啊系啊。你记唔记得我哋点样识噶？吹呢部，买呢部啊！喂，姐姐仔，有他你条仔部机嚟吹啊！哇，你身正喎，今次呢部。check 啊 check 啦，讲咁多嘢。哇，喂，喂，搞错啊，小姐，响嘅吓。你连买机，你唔掹嗰张卡出嚟嘅，有冇搞错？冇来电视噶，你听。你偷你听啊！听咪听咯。喂，谁啊？喂喂，呢度系咪有人整屎渠噶？打错啊，系咁啊？喂喂喂喂喂！咁你知唔知边度有人整屎佢啊？我铺都系多得你条屎佢爆咗，样貌都识唔到你啦。你咁核突噶？核咩突啫？咁系啊嘛。咁你上次系打完俾我之后就识咗阿峰啦。嗯，过咗去嘅嘢唔好提啦。咦？又话你男朋友嚟嘅喺边？嚟紧噶啦，佢话塞车喎。不过 B B 咧真系好正噶。有几正啊？喺边度识噶？咪酒吧啲客咯。嗯，有晚佢话失恋嚟饮酒，
佢一對眼咧，真係好鬼深情噶。你知道我最like呢只噶啦。以我同你傾咗電話咁耐咧，我應該好了解你嘅。不如等我估下佢係點啊？又好，佢高大威猛，短頭髮，戴眼鏡嘅。佢好有禮貌，仲成日笑。陳阿叔，佢著衫斯斯文文，官仔骨骨。都话好了解你噶啦，系啦，咦，有人嚟啦，定我 B B， 咁佢做咩噶？咪同你男朋友一样开糖水铺噶啦 ，B B， 你拣嗰啲男人啊，我打死都唔会要啊，至少我哋两个唔会中意埋同一个男仔啊嘛。